OP。你不要点没、那個？那个人跑去了，没看到他呢。对啊，要坐公车就对了。你快点，你有必要点吗？公车跑了，你可以找别人啊，你可以找别人，有啊，他还在，他还在哦，他还在。哦，哦，哇，公车，公车，惨，哎呀！飞起来了吗？压、到警察车，哦，压到警察车，翻车了！啊吼！我靠！请相信职业，请相信职业。真的没啦，透懂。请相信职业。我闪！我把你闪开。哎、欸，那、怎么路线图不见？趴头，趴头，巴士趴头护送任务。哎呦，翻车了！啊、我要提警示，我要上车，我要上车。好，前面。哦，差点撞到我。啊，我有悠悠卡，一上车就被射了。哦、oh, 江江的哦、不是我们的哦，在叫江江打电话、哦、我没有电话可以打，哦，你不要乱改路线哦，过头了，哎、我看一下，你不要乱改路线哦，你这很累哦，哈哈，有有有，啊，躲在那个地方哎、我是公车司机，又要帮你打电话消警心，你也让我喘口气嘛，服务业就不是人了。要，换 OK OK。来。对啊，换一辆啊！我觉得我们人不够多。哎、谁开直升机啊？哦，没有，那是我的人。你的地图上，等一下，公车司机还想抢。那已经准备好了，在旁边了。没有，那是我的佣兵。哦，哦，很凶哎、哎，我的公车！哦，被杀爆了，被杀爆了！是以为躲在那边看不到、躲啊，干！这样我生气了。其实我的巴拉。哇准我打另外一个人，哦，谁来了谁来了、来就打就对了，啊呼，呼呼，耶呼，帮你报仇了，后面有一只，我刚开着我们的巴士就这样被干掉了，哦，车子爆了，他在哪里，我怎么没看到他，我狙他怎么都没看到，这一局是谁啊，
那个不认识。现在是大乱斗，看到人就打。现在就是弄。要开帮会吗？不然这样很会误杀自己人。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哎、欸、，Ben， 看到你了，那是我人头啊！这是你的名字啊！所以我要开一个摩托帮，开一个还是要开一个？对，不然杀到自己人。还是要开一个。我要来去指挥交通。杀人养成计划。我开咯。哎、欸、喂喂、欸、很明显不要跟我道歉，跟我道歉我就想杀你。我看一下、啊、突然忘记那个怎么加、啊、这边这边我先加你好友好了、欸三个人啊！方块，安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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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高了吗？还是腿太短？大宝，腿太短了。方板就是跳啊，他没有跳、啊。嗯，是你睡着了吧？呵呵，有啊，我有邀你。耶、yeah ！不行啊！我操，他在你后面，追他！这是谁？哎、欸，有人呐、啊！快点！ Oh. 你是睡？啊！你真的是超雷的队友，真的不是我在讲，你真的超雷。你怎么跟那个林一样？超雷！林也被骂超雷的队友。真的哦，前面有警察。哎、欸，我有想到一个还蛮猛的东西。什么？我想试试看，我等下把感应炸弹，我等下把那个连弹丢在我的车头，然后我开过去撞他们。哦。没有，我先跳车嘛。有这种东西叫三角形。哈哈哈哈。有趣。是不是感应式炸弹哦？没有没有，不能丢感应式，感应式我开车就爆了吧？没错。哦，那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等我想，先征用他的车一下。警察开过去了。哦，还是被照到了。哇，有人开被动哦。不要撞到我的车，撞到我的车很贵啊。哦吼！没有炸到他啦。来哟！咻！哇哦！我死掉了，我离车太近了。不过还蛮好玩的。
我害羞。蛮，感觉蛮特别的。哦，爆了爆了，嘿嘿嘿，哈哈，刚好有人开车过来。快点大跑！你后面有个人，大跑！你后面有个人，大跑！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你还在睡哦！快点，人都快被在后面，在后面！哦快点跑，快点跑！吼！哇，我被围殴了。破坏之王这样。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小的心愿吗？对，就是专门破坏人家的东西，满足你一个小小的心愿。我靠！好险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我踩到火了，我被打假的。大宝，你不是要保护我？准备你的破坏之王干嘛？哎，这个战争是你挑起的，然后你现在给我讲说你要去打破坏之王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哎，大宝，哦吼，不然我被们警察计打数了。好不好？哦，我来告诉你，受到警察制裁，惨惨，惨惨惨！上上上，打他一个不要不要的，应该不止一个哦。我靠，他拿火神呢，大宝。呜呼，爆，没中。这跟智商有，这跟智商有一点点关联。硬要跑过来，哇，被围殴了，一堆人超过来。哦吼！狂丢。哎呀呀呀！掉出来，掉出来！哎呦！啊！警察，警察！哦！被警察追了！呀哦！没炸死。爆！耶、yeah! 真的吗？大宝都给别人了，他叫他给我